陈卓在玩。雷贝卡跟理查来了。Hello， 雷贝卡，我有个秘密。是什么？我妈妈肚子肿了一大块。哦，是她吃太多了吗？不是，兔子宝宝在里面。兔子妈妈，你的肚子里真的有兔子宝宝吗？真的，你想要听听看吗？好啊，谢谢。你有听到小小的心跳声吗？我听到了，声音是噗噗噗。哦，它在动哎。是啊，有的时候兔子宝宝会踢我。哎，取名字了吗？还没有哎，你们可以帮我想一想吗？当然了。Hello， 兔子妈妈，你想喝杯咖啡吗？我不能喝咖啡，不过我还蛮饿的。来点胡萝卜。我有点吃腻了，你们家有马铃薯吗？我家有啊。麻烦马铃薯加果冻跟 cheese 还有草莓酱。马铃薯加果冻跟 cheese 还有草莓酱，好有意思的组合啊。我们必须帮兔子宝宝想名字。没错，如果宝宝是女生，那就叫宝宝瑞秋，或者是宝宝罗斯、宝宝罗森、宝宝雪伦。我觉得不好，皮卓。宝宝雪伦怪怪的。我喜欢罗斯。宝宝罗斯，这很适合。如果宝宝是男生呢？哦，那么宝宝洛夫斯、宝宝雷蒙、宝宝麦克、宝宝麦克不好。宝宝罗比，好的，宝宝罗比。谢谢你的马铃薯加果冻、cheese 跟草莓酱，猪妈妈。我的荣幸。我们帮宝宝想好名字了，女孩就叫罗斯，男孩就叫罗比。我很满意呢。可惜宝宝不能有两个名字。哦，我的肚子。一定是你吃了怪东西在肚子痛。应该不是，爸爸，是我要生了。对，快送医院，动作快，别慌张。拜拜。拜拜。祝好运。你东西都打包了吗？都打包了，枕头、香氛蜡烛、瑜伽音乐，还有三天份的食物。别慌张，别慌张，快来人呐、啊！我们要生宝宝了。Hello， 姐姐，你来做什么？我要生宝宝了，记得吧？哦、oh, ，对，你快点进来吧。我能进去吗？不，你必须先把车停好。别担心，要生宝宝总是会很久的。